顺德高僧门的重要答复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。农历正月初四，第四道答案。你们要我们总部拿什么来保证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修行和修法？当然100%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的修行和修法，如解脱大手印中的修行和修法，通过本尊认可接收你而传法，就是至高的法。铁的事实已经证明，修学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佛法，成就的圣者很多，这不是说空话，他们都是有名有姓的，这就是对你成就的保证。你能找得出谁教成就的人有这么多吗？谅你一个也找不到。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门执笔回答提问。2018年2月19日。